别的啥都管了呗、嗯。这北的南一定要圆，你不能压太压的太瘪，都压瘪了以后还压太瘪了，这就搁这上面就不好使了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倒角的好，这个不好，知道吧？这个不便于往下下，那还是这种好，这种好。啊，停下来，这是、这个盖子，是吧？这个头呢弄正，然后这个头有方向性，来吧，在这里的，放在这里面。然后把这个呢，把这个压着，那就完了，听见吗？摆着往这走啊，从这个角度往这看，告诉他这个地方，你看能挡下，是吧？我看这不萝卜也看过了吧？看这个，第二个，对，看那石头，第二个，那一拨打架一下子，来来，往前走。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罐头开。倒罐装，对，给罐装。好。多大？看，挑天然溢出来了，对吧？嗯。看这来，通过这个，往下挑。好，再开。给到了，啊，快点多，快点的，去罐上那一块就行。这不就少了吗？罐儿量小了，多少钱了？停下了，好吧，就要回看。嗯，我开了。啊，开，你开你的。对，所以可以那个。好，听见吗？好，这是个声音。好，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。有水气。然后我们就不对了。